地藏菩萨本愿经向赞，罗香乍列法界梦昏，诸佛海会释妖轮，随处皆相魂，心意宏观，诸佛现转心。那无香云界菩萨摩诃萨，那无香云界菩萨摩诃萨，那无香云界菩萨摩诃萨。觉顶菩萨记，华严第四会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，率其赞佛。尼时觉顶菩萨心佛为力，遍观十方，理说常言。譬如工为师，分布诸彩色，希望出异象，大众无差别，大众中无色，色中无大众，亦不离大众，理有色可得，心中无彩味，彩味中无心，莲不离无心，有彩味可得，彼心行不住，无量难思议，示现一切色，各各不相离。譬如刚为师，不能离住心，理有心果位，诸法性如是。心如刚为师，令为诸世间，我闻色众生，不法离不着，如心佛也念，如佛众生念，应知佛无心，体性皆无尽。若临地性行，普照诸世间，是人即见佛，了佛真实性。心不住心，心亦不住心，离人作佛事，自在离境有。若人若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不改性，一切为心作。赞，其修本莲净心地，无尽佛种大自尊，南方世界永永魂，香雾花魂及花雾，波雾波魂无所种，为雄为水遍庄严，天人闻佛是何因？不言地藏菩萨智，三世如来同赞叹，十方菩萨共皈依。我今宿舍现因缘，清扬地藏真功德。诸因即现，世救众生。手中金石，展开地界之门。将上明珠，功德大千世界，智慧严厉，吉祥云中，为阎浮提苦众生，作大证明功德主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主，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必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观想，
脱离天中神通品第一，如是五轮，一时佛在脱离天，为妙说法，乃是十方无量世界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，及大菩萨摩诃萨，皆来集会，赞叹释迦牟尼佛，令我作恶事，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广强众生，知苦乐法，各遣使者，闻信世尊，时时如来含笑，奉一千万亿大光明魂，所谓大圆满光明魂，大慈悲光明魂，大智慧光明魂，大法智光明魂，大三昧光明魂，大吉祥光明魂，大福德光明魂，大功德光明魂，大皈依光明魂，大赞叹光明魂，奉如是等不可说光明魂意，有出种种微妙之音，所谓单波罗蜜音、悉波罗蜜音、禅提波罗蜜音、毗梨耶波罗蜜音、降波罗蜜音、不智波罗蜜音、诸比音、悉夏音、解脱音、无漏音、智慧音、大智慧音、殊诸好音、大殊诸好音、分类音、大分类音，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意，三途世界及他方国土，由无量亿千阳归神，亦直教脱离天中，所谓四天王天、脱离天、殊阎摩天、道术道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幻众天、幻孤天、大观天、孝公天、无量公天、公阴天、孝简天、无量简天、偏景天、福行天、福爱天、功歌天、无相天、无幻天、无烈天、显见天、显见天、摄境界天、摩诃修罗天，乃至非相非非相处天，一切天众、量众、微神等众，悉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及三途世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树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川极神、妙伽神、救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阴时神、初木神、如是等神，皆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及三途世界诸大鬼王，所谓恶魔鬼王、淡血鬼王、淡精气鬼王、淡太乱鬼王、行鼻鬼王、业毒鬼王、诸心鬼王、福利鬼王、大爱敬鬼王、如是等鬼王，皆来集会。你是释迦牟尼佛，各文殊师利、法王主、菩萨摩诃萨，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，出世界、他世界、出国土、他国土，如是今来集会到道理天讲，目的所求。文殊师利便复言：世尊，若以我心力，千劫七度
不忍得敌，不过文殊师利，我以佛眼观国，犹不尽数。此皆是地藏菩萨九观劫来，依道、动道、味道，以成就动成就、味成就。文殊师利便复言：世尊，我以过去经修习根，正如来智，闻佛所言，即当信受。相告成文，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，虽闻如来信实之语，必怀疑惑，悉数经受，未免幸福。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，因地作何行，立何愿，而令成就不思议事。不过文殊师利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丛林、稻麻竹苇、山石微尘，一物一所，作一行河，一行河沙，一沙之界，一界之内，一尘一劫，一劫之内，所结尘数尽充为劫。地藏菩萨正实地高位以来，千地都有上路，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，文殊师利除菩萨微尘世愿，不可思议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是菩萨名利，亦赞叹，亦赞礼，亦称名，亦供养，乃至彩绘刻录，速刷形象，是人当地必犯，身无三十三天，应不对恶道。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，有过去九万不可说、不可说劫情，身为大中家主，时时忧佛，何法殊主本性故作万行如来，时中家主见佛上好，千佛庄严，因闻彼佛作何行愿，立地初上，时殊主本性故作万行如来，故中家主欲证初心，当初九万度脱一切受苦众生。文殊师利是中家主，因不愿言，我今尽未来者，不可计劫，非是罪苦六道众生，功舍方便，尽令害脱，令我自心方行佛道，彼时有彼佛前立殊大愿，如今一千万劫那由他不可说劫，相为菩萨，犹如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时时忧佛，何愿甲化殿自在王如来，彼佛寿命四百千万劫阿僧祇劫，上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，摄佛亲佛众所亲近，显诸自我，诸天为何奇妙信侠，相亲上报，时时信路公显方便，宽有奇妙灵心境界，离处如妙离转相信，不救灵将分神对在无间地狱，使婆罗门女地妙在世，不信因果，皆当罪业，必生恶处，水脉加铁，供求向化，结诸脚骨，有仙骨塔丝，大兴脚用，见
甲华殿自在王如来，其形象在一时中，速为威容，端严必毕。时婆罗门女瞻礼尊容，背身敬仰，施诸良言，佛名大觉，故一切地若在世时，我表死后当来问骨，必地处所。时婆罗门女随即良久，将鸾如来佛门空中现发，乞食信怒，物至悲哀。我今是如庙之起处，婆罗门女合掌向空，离别空白，是何心的宽我犹如？我自失庙以来，昼夜一乱，无处可闻，地庙仙界，使空中有声，再不入关。我是路所将内将，过去甲华殿住在王如来，见汝一庙背有相情，众生之分，故来故事。婆罗门女闻此声意，孤身自破，衣节皆损，左右无持，良久恒疏，离别空外，愿不自泯，速说五庙仙界。如今身心将死不救，时甲华殿自在王如来各现入关，汝强用笔，但扎般下，端坐思维，摩诘名号，即当地庙所生去处。时婆罗门女心内不异，即归其下，以业六国端坐两甲华殿住在王如来，见一一夜复见诸心，教一海边滴水涌佛，道诸恶行，真佛替身飞走海上，东西地狱，见诸男子女人一千万数，出没海中，地诸恶行，尽处实弹，又见野车，畸形各异，吃刀手、刀眼、刀脚、刀头，口牙外出，利刃如剑，驱逐罪人，尸棍恶兽，伏诸不剑，头足上焦，畸形万类，不敢救世。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，自了无故，定一归王，名闻无毒，携手来迎，别信如愿，现在菩萨何言来处？时婆罗门女问归王曰：处是何处？无毒答曰：处是大体为山，西面第一顶海。信如门关，我闻体为之内，地甲在中，是属四象。无毒答曰：是有地甲。信如门关，我今云何得教那所？无毒答曰：若非微神，即属业力，非此理事，将不能度。仙女又问：出水何言？理乃拥佛，多诸罪人，极易恶事。无毒答曰：此是阎浮提作恶众生，心处之者，经四十九年后，浮人计数，为作功德，救拔苦难，心时又无善因，动故本业所感地觉，自然先堕出海，海中杂乱游巡，
又又一海，饥渴未处，彼海之东，又又一海，饥渴复未，三业恶因自所召感，中和业海，基础是阳。信物又问归王无毒外，地界何在？无毒达国，三海之内是大地界。基数必迁，各国差别，所以大只，故有十八，处有五百，可作无量，处有千百，亦无量好。信物又问大归王外，故庙素来离境，不知分神动至何处。归王问信物外，菩萨之庙在生是何行业？信物答曰：我庙下建，积费十宝，设下将士，选又不敬，素随而迁，未知生处。无毒问曰：菩萨之庙性是何等？信物答曰：我乎我庙故。婆罗门教，夫何悉罗显现？母何也得离？无毒合掌，可何十观？愿信者，却犯本处，无智有益必乱。也得离罪路，升天以来，经营三日，闻性好顺之主。为了释降受福，布施及华定住在王如来塔寺，回归菩萨之庙，解脱地界，应是无间罪人。初日释得受乐，故当升起。归王言毕，合掌而退。婆罗门母心如忘归，我出世意。便有甲华定住在王如来塔上之前，立弘誓愿，愿我尽力来接，应有罪苦众生，功善方便，使令害法。复告文殊师利，使归王无毒者，当今在修菩萨时，婆罗门母者，皆。地藏菩萨是分身集会品第二，你是一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计不可量不可算无量阿含于世界，所有地界处分身地藏菩萨，故来自在脱离天宫，以如来心力故，各异方面无诸的海法，将业道出家，亦各有千万亿哪有他所，将此用化来降永佛，彼诸东来顶辈，皆因地藏菩萨教化，因不退转无。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，是诸众天机关劫来流浪生死，欲多受苦，将无休息。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，亲世观故，各显高洁，意志脱离，心怀踊跃。将用如来，莫不降下。你是世尊，是金色慧，我一千万亿，不可思，不可计，不可量，不可算，无量阿僧祇世界，诸分身，地藏菩萨，摩诃萨顶，离足是缘。我有我作恶事，教化无
是公众众生，令心调伏，下邪归正，失有一理，上恶失财，五逆分身，千百亿，功色方便，亦有离君，文质信修，亦有善果，坤坑成就，亦有暗遁，九化红归，亦有业障，不生境欲，如是颠沛众生，各国差别，分身度法，亦现男诸心，亦现女人心，亦现天良心，亦现神鬼心，亦现山林川源，河堤泉井，离极无林，世界度法，亦现天地心，亦现梵王心，亦现转轮王心，亦现技术心，亦现国王心，亦现灾夫心，亦现官俗心，亦现比丘比丘尼，优多色优多依心，乃至声闻罗汉，辟支佛菩萨精神，离依化道，非但佛心独现以前，入观我累劫困苦度脱，如是境，难化功雄，罪苦众生。只有未调伏者，随业报应，若对恶处受大苦时，汝当忆念我在脱离天宫，温困富足，令三国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，悉数害怕，因离自苦，无佛受记。你是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，降伏一行，体内哀乱，别具佛言。我将金观劫来，望佛摄印，殊亦不可思议事力，故大智慧。我所分身，遍满六千万亿恒河沙世界，每一世界化一千万亿心，每一心度一千万亿人，令归敬三宝，应离生死，自得欢乐。但有佛法中所为善事，一摩一地，一沙一尘，亦何法故？我将度脱，殊胜大利，唯愿世尊，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乐。如是三别不言，唯愿世尊，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乐。于是佛赞地藏菩萨言，现在现在，我作汝意，汝令成就，救完劫来，发弘誓愿，功德足彼，即证菩提。观众生业缘品第三。你是佛庙摩耶夫人恭敬合掌，问地藏菩萨言：信者，言无众生，自业差别，所修不异，即是云何？地藏答言：千万世界，乃至国土，亦有地界，亦无地界，亦有如林，
邪无如林，邪有佛法，邪无佛法，乃至声闻辟之佛，亦复如是。非但地界罪过一劫，摩耶夫人众德菩萨，请愿闻汝言无罪过所感恶处。地藏答言：信妙，唯愿听受。我初说之。佛妙必言：愿信者说。你是地藏菩萨，必信无言，南阳无敌，罪报冥河如是。若有众生不好佛妙，一致杀害，当对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极。若有众生出佛心切，诽谤三宝，不敬尊经，亦当对有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极。若有众生轻顺上主，玷污净泥，亦徛南来诸行淫欲，亦杀亦害，如是顶辈，当对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极。若有众生为作沙门，心归沙门，破用上主，其功敌意，违背戒律，种种作恶，如是顶辈，当对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极。若有众生偷窃上主财物、国力、饮食、衣服，乃至一物不有处者，当对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极。地藏别言：信妙，若有众生作如是罪，当对果无间地界究竟停火一念不得。摩耶夫人众德地藏菩萨言：云何名为无间地界？地藏别言：信妙，自有地界在大体为山之内，其大地界有一十八所，处有五百名号国别，处有千百名利亦别，无间各者，其各城就在八万外里，其城顺体管一万里，城上黑住少有空缺，其各城中诸各相连，名号国别，独有一家名唤无间，其各就在万八千里，各城管一千里，实是天为上气贴下，下气贴上，天下天高，土气地着各墙之上，东西而走，各中有虫遍满万里，一人受罪，自见其身，遍布满虫，千万人受罪，敌国自见心愿创伤，众业所感，亦不如是。有诸罪人必受众苦，千百夜车极易恶鬼，口牙如剑，眼如电光，手如弹鸟，拖一罪人，复有夜车即大气劫，中罪人心，血中靠鼻，血
反战，血滴创伤，复有铁鹰淡水林木，复有铁蛇加水林杰，别具即来，色下长丁，白色金雷，抽长出战，阴胆灌号，烈铁点心，万数千仙也敢如是，东京一劫尽出无极，初界坏时既先下界，他界处坏专治他方，他方坏时颠转相继，初界成就反复而来，无间罪过，积数如是，又五事业感，故称无间。何有为我？一者，日夜受罪，以至结束，无时间转，故称无间。二者，一年亦满，多年亦满，故称无间。三者，罪气车帮，阴邪龙天，对无故错，错毒互通，天梦天醒，天如天地，清洁落心，烈气焦心，鸡吞天泥，咳啉天石，中年境界所拉由他，苦楚相连，竟无间断，故称无间。是者，不问男子女人，穷奥异德，老幼贵贱，一良一神，一天一鬼，罪行业感，失懂修持，故称无间。故者，若对初恶，从初入时至必清洁，一日一夜，万世万生，究一两间将住不得，除非一尽方得受生，以此连绵故称无间。地藏菩萨别信无言，无间地界初说如是，若公说地界罪气顶名极诸苦事，一劫之中求说不尽。摩耶夫人闻已，求邀合掌，顶礼而退。阎浮众生业觉品第四。那时地藏菩萨、摩诃萨别佛言：世尊，我成佛如来威神一国，遍一千万亿世界，分是身形，救拔一切业报众生。若非如来大慈一国，则不能作如是变化。我今又蒙佛护佑，自阿鼻多成佛以来，六道众生天灵大法，威严世尊，愿不忧虑。你是佛告地藏菩萨：一切众生未害法者，性善无定，恶习结业，善习结果，为善为恶，逐境而生，轮转五道，常无休息。东经临劫，未及将难，如鱼游网，将是中流，脱离掌出，又复自亡。已是顶辈，我当有量，如既必是安稳，每劫但是功道最背，我学何如？
率是母时，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名定自在王，别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，各发何愿？今闻世尊温困赞叹，唯愿世尊了彼说智。于是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：提经谛听，现思量智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，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，汝时救佛，何一切智成就如来，应觉正遍知，明行觉，现世世间界无常事，调御丈夫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几乎寿命六万劫，未出家时为小国王，有一名国王为友，当行实现，了业众生。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做众恶，彼王已极，功业方便，一王不愿扎行佛道，东道西北，令数无无。一王不愿，若不先度罪苦，令是安乐，得至菩提，我将离愿成佛。复告定住在王菩萨：一王不愿扎行佛像，即一切地成就如来时，一王不愿应度罪苦众生，离愿成佛像，即地藏菩萨时，复有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又复出世，名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几乎寿命四十劫，上佛之中有一罗汉，福度众生，因此教化五亿如林，利佛公目，实实供养罗汉文字，欲愿何等？公目答言：我以妙王之力，诸佛救拔，未知我妙心处何处？罗汉念之，为入定观，见光目路妙对在恶处，受极大苦。罗汉问光目言：汝妙在生作何行业？今在恶处，受极大苦。公目答言：我欲所惜为何是但喜彼之俗？所惜喜彼，多是以主协差协主诸情实当，记其名数，千万福倍，尊者自命如何哀求？罗汉念之，为作方便，肯公目言：汝可自行量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减速为形象，尊王协佛。公目闻已，即下所爱，心为佛像而供养之，复恭敬心，悲切瞻礼，佛护也后，望见佛心，金色风摇，如树弥山，宏大光明，离过国目，汝妙不久当成汝家，惨格饥寒，即当言说，以后家内必生一子，未满三日，汝乃言说，其手必切，各有共谋，
生死孽缘，果报自受。我是如庙九处暗暝，自别如来，每对大地人，梦汝福业，方得受思，为下贱人，又复地名修炼十三，进入恶道，如有何计，令我脱免？公屋文说，寺庙如仪，敬因彼此，离别彼主。于是我庙合地本罪，作何行业？对吾恶道，彼主答言，以杀害毁灭而业受报。若非王后，就不我难。于是一国未合害团，国木闻言，地甲最好，技术温和。彼主答言，最苦之事，不令先说，必千岁中，卒必难解。国木闻意，天雷何去，离别空界，愿我之庙，应脱地甲，必十三岁，竟无大罪，极烈恶道，十方诸佛，自哀悯我，听我为庙说法广大誓愿，若得我庙应离三途，及诸下贱，乃至如林之心，应劫不受者，愿我自今日起，对清净莲花落如来上情，却有一千万的劫中，应有世界，所有地界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，誓愿救拔，令离地界恶处，即是无贵定，如是罪苦顶灵，尽行佛界，我便叫奉行正觉。发誓愿意，故闻清净莲花佛如来离故之愿。广目汝大慈悯，显灵为妙，发如是大愿。我观汝庙十三岁毕，下处不易，心为欢喜，修炼必遂。故是不朽，众生无有国土，寿命不可计价，修行无国，功德连天，所入行菩萨，福国定住在王。你是罗汉福道光目者，即无尽意菩萨事，光目无者，即海佛菩萨事。光目无者，即地藏菩萨事。过去九万劫中，如是自悯，发心何萨愿，功德上升。未来世中，若有男子女人，不行善者，行恶者，乃至不信因果者，邪淫妄语者，良邪恶口者，威谤大圣者，如是诸业众生，必对恶处。若有善知识，宽容一旦之间，皈依地藏菩萨，是诸众生皆得害怕三恶道报。若令至心归洁，以将力赞叹，香花以福，种种殿宝，吃喝饮食，如是奉事者，未来一千万劫劫中，尚在诸天修行妙乐。若天福尽，下生人间，有一千劫尚未得往，令业宿命因果本源，定住在王，如是地藏菩萨。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信力，
功德众生，入定诸菩萨，当以是经，广宣六部，定住在王别佛言：世尊，万物有如，我定千万亿菩萨摩诃萨，必念善福为神，供应是经，故言菩提以益众生。定住在王菩萨，别世尊意，合掌恭敬作礼而退。于是四方天王互相作起，合掌恭敬别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萨有九万劫来发如是大愿，云何至今又多如说敬法广大誓言，唯愿世尊为我定说。佛告四天王：现在现在，我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生供于一国，说地藏菩萨有三宝世界，阎浮提来生死途中，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。四天王言：为言世尊，愿道若闻。佛告四天王：地藏菩萨九万劫来一时有经，度脱众生，幽闭闭关，自命出世罪苦众生，复观未来无量劫中，因慢不断，依时之故，又发当观。如是菩萨有三宝世界，阎浮提中，得千万亿方便，以为教化。四天王：地藏菩萨若有杀生者，说摄用地名簿；若有切刀者，说贫穷苦楚簿；若有邪淫者，说触觉观音簿；若有恶口者，说观想道情簿；若有诽谤者，说无色从丘部；若有轻诲者，说天罗龙斩部；若有坚定者，说所求为愿部；若有因识无道者，说机卡言辩部；若有电力诸情者，说金刚宋那部；若有背业护庙者，说天地在世故；若有修山林木者，说功德出世故；若有前后古庙恶毒者，说凡心变得现行故；若有万宝先除者，说不略分离故；若有诽谤三宝者，说盲聋喑哑部；若有轻发万道者，说因处恶道部；若有破用相助者，说一劫轮回地狱部；若有污秽无净者，说因在即时部；若有贪欲三毒相生者，说轮回对相部；若有破戒还斋者，说轻受饥饿部；若有非利非用者，说所求法作部；若有我我共高者，说彼此下贱部；若有良识堕乱者，说无识必识部；若有邪见者，说遍地修行部；如是定阎浮提众生，心口意业恶习结果，得千不应。经初略说，
无时顶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，地藏菩萨必遣方便以教化之，是诸众生先受如是顶佛，后对地狱，动静结束，无有出奇。是故入定，何人何国，无论是诸众业，未惜众生。四天王闻已，涕泪悲叹，合掌离去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观想赞：如来自命转大法轮，婆罗门路救主亲，格华道别丁，摩耶古林请问地藏因，南无上主十方佛，南无上主十方佛，南无上主十方佛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观中，地狱名号品第五。汝是普贤菩萨摩诃萨，别地藏菩萨言：念者愿为天龙四将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，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，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。地藏答言：念者，我今成佛为神，亦大事之力，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。念者，阎浮提东方幽山何法体为？其山一水无离月光，有大地狱何劫无间？又有地狱名大阿鼻，何有地狱名佛四格？何有地狱名佛鬼多？何有地狱名佛黑钱？何有地狱名佛结山？何有地狱名佛红烧？何有地狱名佛汽车？何有地狱名佛汽尘？何有地狱名佛汽炉？何有地狱名佛汽衣？何有地狱名佛前念？何有地狱名佛汽炉？何有地狱名佛用等？何有地狱名佛跑跳？何有地狱名佛流血？何有地狱名佛见血？何有地狱名佛出手？何有地狱名佛烧卡？何有地狱名佛瞪眼？何有地狱名佛气运？何有地狱名佛浸润？何有地狱名佛剃胡？何有地狱名佛道亲？地藏必言：忍者，剃尾之害由如是境地狱，其所无限，竟有教犯地狱、佛舍地狱、本流地狱、当世地狱、黑钱地狱、黑教地狱、黑尾地狱、黑牛地狱、黑山地狱、黑鸟地狱、黑城地狱、黑牛地狱、黑鹰地狱、固野地狱、北皮地狱、阴鬼地狱、烧手地狱、烧卡地狱、刀刺地狱、黑恶地狱、天恶地狱、黑龙地狱、都市正地狱，其中各国各有诸小地狱，迄一、迄二、迄三、迄四乃至迄千，
其中名号各各不同。地藏菩萨故普贤菩萨言：念者，此者皆是南阎浮提，行恶众生，业感如是，业力甚大，令得殊命，令亲苦海，令众圣道。是故众生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，死后应报，忏悔受持，父子至亲，极乐国别，众年相逢，无庆大寿。我今成佛为业，欲说地狱罪报之事，唯愿令者降天誓言。普贤答言：我以九地三恶道报，望令者说。令向世万法一切恶行众生，闻令者说，速令归佛。地藏别言：令者，地狱罪报依书如是，邪淫地狱，处罪人邪，思无根基。邪淫地狱，处罪人心，夜车失志。邪淫地狱，何通成佛？处罪人心。邪淫地狱，恰修单挑，处罪人佛。邪淫地狱，处诸黑修，探及罪人。邪淫地狱，一向寒冰。邪淫地狱，无限本流，邪淫地狱，顿归一离，邪淫地狱，刀斩黑枪，邪淫地狱，归洞向背，邪淫地狱，斩烧手足，邪淫地狱，判家辟邪，邪淫地狱，驱逐天家，邪淫地狱，进家天牢。人者，无是颠簸，各国各中，有必千种业道之气，无非是胆、是体、是足、是气。此四种物，众业现感。若讲说地狱罪报等事，一一各中，竟有必千种何处，何况道家？我今成佛为神，及忍者问，若说如是，若讲解说，恭敬不尽。如来赞叹品第六。你是世尊孤身放大光明，遍照一千万亿行菩萨顶诸佛世界，出大音声，普故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，及天龙鬼神临归临界，听我今日青龙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，故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，救护一切罪苦之事。我灭道修入定诸菩萨大士，及天龙鬼神等工作方便，为何是经令一切众生正念烦恼，说是无益？会中有一菩萨名闻何讲，合掌恭敬离别佛言：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殿，唯愿世尊为未来世万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，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福禄。于是世尊告普光菩萨及四众等：谛听，谛听，我当为汝欲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。
普讲别言，威严世尊，愿道玉门，佛告普讲菩萨，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、摩诃萨名者，亦合掌者、赞叹者、作礼者、乱摩者，是人超越三十劫罪。普讲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亦采为形象，亦普照加参，经文等体，作处菩萨，一将一礼者，是人必犯生无三十三天，应不对无恶道。假如天福真国，下生人间又为国王，不识大利，若有女人仰女人心，尽心供养地藏菩萨为相，及普照加参等体影像，如是历历不提，常以华香应施衣服，尽采独欢，尽报不定供养，是善女人尽处一步入心，一千万劫竟不生有女人世界，何况佛修，除非诸愿力故，要修如心度化众生，行书供养地藏力故，极功德力，一千万劫不修如心。佛处普讲，若有女人仰视天罗多劫边者，但有地藏上情，至心赞美，实庆之间，是人千万劫中所修身心，相貌圆满，是天罗女人，如不养如心，即一千万亿心中相为王母，乃及王妃，灾富大事，大中家路，端正修心，诸相圆满，由至心故，赞美地藏菩萨，幸福如是。佛处普讲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面对菩萨上情，作诸伎俩，及高用赞叹，香花供养，乃至藏有一年、多年，如是顶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上帝必千归神，日夜为何不能复书贴文纪念，何况亲修诸行。佛处普讲，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，建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归敬供养、赞叹赞美地藏菩萨形象，亦往生机会，广度功德及利益殊，亦乐气强，亦慧眼慧，亦困难觉慧，亦一念慧，亦多念慧，乃至一念生机会者，如是之人，现劫千佛灭度，机会之宝，尚在阿鼻地下受劫当罪，故是劫已奉受如鬼，由经千劫复受劫师，由经千劫奉得人心，创修人心，兵强下贱，诸君不顾，都被恶业来劫其心，不久之间复对恶道，是故可讲机会他人重用，相惜处处，何况别生恶见毁灭。